导流名著幸福美满更留得住。谢谢。嘿嘿，太太，昨天阿公跟阿妈打架，他的手机闹着怎么办？哦，不用担心，这个呢，我们这个负责可以帮助他改善他的那个伤害，减轻他的那个疼痛。啊，昨天阿公上厕所很冷，上厕所哎，打铃声怎么办？现在进入秋冬哦，其实这个围巾呢，虽然它不是 LV， 不是 Burberry， 可是它可以改善它的肩颈僵硬，然后让它血液循环能够改善，所以比较不用怕冷哦。太太，你去哪里请到这么好的外劳，又这么贴心，又这么帅哦？就是精心的人力中介啊。聘请外劳找金星，省时省力笑嘻嘻。恭喜入金身体的保健，民营帮你有效轻松又安全，谢谢。大家好。